是由我们的小朋友啊来担任这个跳将的角色啊。俗话说呢，台上三分钟啊，台下十年功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啊，啊这个不怯场。桃园泽新社观将手非常欢迎咱桃园德云社观将手团队啊，非常感谢林正泰演出。谢谢我们桃园泽新社观将手，哇！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小朋友完全不怯场了。贡献球头，这是咱会长林俊南先生来贡献球头，把咱桃园进行下，让观众秀再出来啊，助攻来。让我们的小朋友啊，这个回去吃平安，谢谢你们，感恩，谢谢来自我们桃园的团队，还有三杯的饮料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庙会义阵的传承哦，后继有人。谢谢。琴，这个琴饮料有仪式的哦，不错，这个老师都有指导。来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这个老师都有教的，这个琴的动作都不错，非常好。南宫名师出高徒哦，我们非常开心，今天在我们戏子啊，来要来，来弹琴。我很好奇我们的小朋友几岁呢哦，几岁啊？四年级跟三年级。来来来来，我们非常掌声，我们再谢谢我们小朋友非常精彩的教育演出哦，我们看到台湾庙会的希望啊，谢谢谢谢。天母宫天妃庙，我们桃园天母宫天妃庙，我们泽新社观将手，感恩，谢谢你们。射不出去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谢谢谢谢我们泽新社的小朋友，谢谢你们辛苦的扮将，精彩的演出。那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团队同仁尽量把时间给缩短？非常感谢咱桃园啊，咱的天母宫、天妃庙、咱德兴社。